我们身体有一把钥匙叫做 PPAR， 当这把钥匙不灵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你身体就整个乱了。而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让这把钥匙更灵呢？叫做就是刚才讲的枢骨，往上气进来，从尾椎你就观想那个气沿着这个督脉往上走，这就是去苦味的方法。对，去苦味，而且呢让我们的苦瓜，我们要做苦瓜妆，对，会比较容易软化。哇，多漂亮！中秋二日购心配，晚间九点跟郑凯云一起健康再升级。